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。众所周知，在近些年来，出国旅游已经成了热潮。我国有很多人民都到其他国家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习俗，但也有不少的外国人慕名来到我们国家学习旅游。因此，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，我们随处都能够看到外国人的背影，特别是在黑龙江地区，这里白人美女泛滥成灾。在这里，绝大多数的女孩都来自于俄罗斯，她们的身材都非常的高挑，有着天使一般的面容。不过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疑惑，他们在当地是靠什么生活的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两个地区的距离非常近，他们当地有太多太多的美女，而来到我们国家工作的也大多数为女孩子。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当地的军事非常发达，能够让女性工作的地方非常少。当地的男性特别喜欢喝酒，所以当地的女孩都希望自己的经济能够独立，于是他们就将目标对准了中国，纷纷来到我们国家寻找工作。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服务和销售，因为他们都非常大方开朗，这两种工作他们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接受。还有就是他们也非常的喜欢喝酒，到了晚上走进酒吧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很多当地女孩的身影。他们表示在中国生活的非常幸福，希望能够永远的待在这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老王奇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